小伙子不错，还是一如既往的热情，我喜欢。当然的，刘老板，刘老板今天莅临我们二平地产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呢？这边请刘老板。走。刘总，请问刘总这次来的话是想要一套什么样的 house 呢？我的要求也不高吧，我想要一套有山有水吧，还有个小院子，可以养点小植物小动物啥的，也不用太吵闹了，安安静静的。刘总真的是特别的有品位呢。这样，咱们二平地产呢，现在新开发了一个项目，特别适合刘总的要求。是吗？是的。那有没有样板间？样板间有的，刘总要去参观一下吗？走。好的，两位这边请。好的，刘总，现在咱们来到的呢，就是我们二平地产新近开发了一套半山别墅的项目。这套别墅呢，真的是非常适合像刘总这样有品位的人。刘总，请往前边看。咱们这套别墅呢，因为是为了考虑到业主的视野问题啊，考虑到业主的视野问题，所以呢，咱们这套别墅采用的是无围墙、无遮挡设计。刘总可以看一看，特别的有特色。再说咱们这个别墅的本体设计啊，所有的砖块建筑材料都是用民国搬过来的旧砖啊，所有墙体的大裂缝都是完美的复原啊，农村老房子原汁原味的特色。刘总再看一下，所有的入户门都是采用国内一线品牌的新型防盗门，防盗指数达到了5颗星。刘总再往庭院看，庭院呢有非常多的绿植，咱们整个庭院的绿化面积达到了99.99%，保证您出门都出不来。好的，刘总再看，咱们整个庭院呢是配备了独立的卫生间，最重要的是这套别墅完全达到了刘总的要求，背山朝水，是一个养老的好地方呢。好的，刘总，而且咱们这个小区啊是自然散养了一些野生动物啊，整个小区看起来都是生机勃勃，特别的好。好的，刘总，介绍了这么多，您对这套半山别院还满意吗？非常满意。非常好，感谢刘总的支持。那刘总，您是现金呢还是刷卡？扫码吧。扫二维码。好的，稍等刘总。请出示你的二维码。感谢刘总您的配合。走吧，欢迎下次光临。坐好了，老婆。老婆，咱们今天晚上去吃什么呀？随便，你说吧。那个，要不然咱俩去吃炸鸡。不行，炸鸡太油腻了。这样啊，那吃火锅怎么样？不行，今天化妆老晕妆的怎么办呀？火锅也不行，要不咱俩去吃寿司吧。不行，寿司里边大米太多了，容易发胖。你又让我说，我说你又不听，你到底要怎样？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你是不是不爱我了呀？你现在都开始凶我了是吗？你变了，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呀？是不是外面有别的狗了？不能处就别处了，分手吧，一天天的受够了，我也麻烦死了。吃汉堡去。
现在成了大老板，这说不定很难说的。但是学习是这辈子在这个社会上唯一公平的机会，不要再看那些网上的心灵鸡汤，那是极个别极少数。好了，就说到这儿吧，来继续上课。时间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韩经理啊，啊，你看我们跟你说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说。二宝，你说。我。你说。马姐姐说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哎，啥？啥事儿？啥时候给我们发工资呢？就是工资都拖十多天了，我老婆都要跟我闹离婚了。工资的事儿，这段时间老板的心情不好，这不我的工资也没开呢。我也是没办法。不是韩经理，老板心情不好拖欠我们工资，我家里都揭不开锅了。就是关我们什么事儿呢？不行，你得替我们做主，我们要工资。那好吧，我们一块下去找他。行，下去找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不是反悔吗？韩经理，咱们就这么下去硬说那也不是办法，得想着。想招呢，进去看看。来，这样。哦，这叫投其所好。So Disney， 要不是经理呢？走走走走走。你说这老板技术这么菜啊，还每天喜欢玩个台球。那还没有我玩的好呢，菜。有钱买台球桌，没钱给咱们发工资，就是。找他去，走走走走。哎，不是，我说你们几个上班时间不好好上班，这来干啥呀？老板呀，也没什么事儿。我们呀，听说你打台球的技术呀，是全球一流，号称是一杆挑。我们现在是光膀子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啊，这个嘛是实话。哎，老板，那啥，我给你摆一盘，你教教我们，我们观摩观摩。哎，好，等我给你摆啊。哎，摆一盘，来来来来，表演来。哎，瞧好了，我今天给你们表演。一杆青苔。好，鼓掌。啊！哎呀，老板，肯定是这白球有问题。哎，我听人家说，打球都得擦擦这个铅粉啊，擦擦铅粉不容易滑杆，来擦擦。啊！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啊！哎，来来来，老板，擦铅粉，擦铅粉啊！确实不好用。不愧是一杆青。再来一局，再来一局。不愧是老板，真是太厉害了啊！看到没？好了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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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再来！哎，擦肩膀，擦肩膀！哎，哎呀，又是一杆青苔，嗯，真厉害！老板呀，我发现就你这技术，咱们公司这破台球桌根本体现不出你技术。哎，我觉得也是。这样吧，今天晚上啊，我请你去那个夜巴黎，咱们斯诺克。我觉得我技术吧玩的也是没问题的。哎呀，我
好意思，老板，你看我刚想起来没钱了，这边工资也没有发。哎，韩磊，这个工资怎么没发？这咋回事？老板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，马上发，马上发，赶紧发！哎，对对，公司这三位顶梁柱啊，每人500的奖金。好，谢老板，谢老板。赶紧发！那行，老板，今天晚上咱们夜吧里不见不散。哎，不见不散。今天晚上好好给你们展示我的技术啊！